大家好，我来理解银河特工队，没错。你今天要玩，我工会真的收到很多人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要往我的工会挤。来，欢迎申请加入啊！你看，光是今天我们已经破100个了，线上人数哦，就今天上线人数。然后今天会继续主线，然后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新角色。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这一只怪兽驯兽师沙利，那这一只是紫色的哦，紫色版的。那这是推出的，就是我们有这个属性，真的很帅啊！技能全部给你们看一顿了，这只其实很强，哇！新角色都是不一样啊，应该很多人会去练。Ability 的部分的话呢，看一下我矿石回收跟所谓的妨碍敌人生长两招技能。OK， 那我们开始吧。今天我不想打 PP 啊，还是打一场给你们看了。虽然我私底下都在打，我们今天主要再介绍角色，好不好？所以今天重点先不放这边了，赛季奖励我已经拿到手了。哦，赛季奖励我拿到手了。我这边继续打。是不是那个又要连假啦？总觉得时间都过得很快啊。清明节连假是什么时候？4月多。好，今天要突破自我，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成功突破，但是我要尽力而为。我的好友目前是99，那工会成员是94，哎呀，还是我们的好友猛啊！但是怎么没有入我工会啊？真可惜。我们的坦克是红蝎机，攻击手是企鹅跟。音速小子，企鹅跟啊不，音速小子是坦克，说错了。企鹅跟那个王蝎机是我们的攻击手。哦，输送。那只冰冻熊要是他的吧？哦，所以他有练冰冻熊大那吗？好爽哦！我现在终于不会卡关了，我真的觉得玩这游戏很爽，而且它的内格也改掉了，之前有内格对不对？现在这游戏越做越好，然后再你就怎么样？这个职业，我现在1450，然后1500。1580，啊惨了！不要啊，不要啊！拜托拜托！本来一只大的打掉我就赢，操！我都已经那么认真了，还打输，啊哈！好想哭、哦，因为没有那个大，没有那个好友就打不赢。哎，我觉得刚才是那个好友帮我打的。不行，太硬。感觉还有更强的。哎呀，我已经很认真了，是 ，nice。哦，原来就是他的 boss 在防我。记得帮我点个喜欢，也可以订阅我频道，拜拜。今天就到这里了。